非常方便的就可以拨动它的转盘。另外呢，你还可以用所谓的手写笔，手写笔的部分去旋转它。那当然还有一个更炫的部分是在它的我们的 Treble， 这个 Treble 是 Motorola 跟其他家手机PDA 手机缝上面我们独有的特色，就是它可以上下左右去移动这个选单目录的部分，然后你就可以很快速的选择你要的，就算单手你还是有办法去做操控的部分。